家好，又是我們啦。我們今天呢會介紹另一個 party game 啦。這個呢就是叫做唱歌仔。唱歌仔是怎麼玩？我的腳這個是什麼名字？我的腳是什麼名字？這個是我們自己講改的。對啦，咁咧好簡單玩法，我咧手上就有啲題目啦，每個題目有一個字嘅啫，咁咧兩組咧就要喺限時之內咧盡快唱出嗰一有嗰一個字嘅一首歌啦，咁唱一句就啦。唱完成首先可以完。你最近因為唱有嗰個字嗰一句啦，係啦，咁時間關係咧，我哋已經叫咗我哋嘅連線天地專業嘅會計師喺後面計緊分同計緊時嘅，咁我介紹一下啦，分別會有連線組嘅同事。有小二和正義，有天地草的同志，阿瑤和 Raven 啊。好啦，咁咧第一個回合就會是連線組去唱先。點解啊？因為連線先天地啦。改名咯，因為中間。好尷尬啊！好啦，咁咧試翻第一個，第一個字，嘟嘟嘟嘟，天字請唱。天地放過一雙戀人，怕發生的永遠未發生。耶、yeah, yeah, 好，是不是完全有邊首？是天地做，即係都係天地。天地放地老，天什麼天倫？好，到你哋，我即係獨唱。其實可以即刻連住唱。為何戀愛可留得到給過半支煙？誒，你聲音幾大聲？可唔可以俾啲耐性 ？Sorry， 哎呀，我覺得你哋俾啲耐性得唔得啊？我會計師已經停咗，我聽緊可以唱緊㗎，打咗。好，呢一組咧係首先應該係天誒連誒天地組。
我哋諗到。我怪美就。哇！點解有 generation gap 我話錯你正？怪你過分美麗。OK。愛存在這美麗神奇的新世界。OK。Okay. 好似係有嘅呢首歌。SHE 啊！這天使寻找我遗失的美好。OK。莫非可终身美丽？哇！真系美丽，寻找到美丽之最。咩歌嚟噶？哈哈，真甜吗？我废，我谂唔到。美爱。大家就記住 like 我哋同埋 share 俾大家睇啦，拜拜。